健康又快乐。我们来看一杯鲜橙是怎么榨汁完成的。首先按启动榨汁按钮。本机仅接收五人和十人纸币，不找零。把纸币放入纸币口。正在进行榨汁前准备，请稍等。正在榨汁中，请稍等。正在进行封杯，必须等待八秒完成榨汁。榨汁完成，请从取杯口取出果汁，从吸管口中取出吸管。一杯鲜橙完成了，从吸管口取出吸管。